四卡，天天拍拼过生活，是本如何赚好业，美甲撇步拢伫遮，小钱如何赚大钱，都爱安稳赚上大。阿宏之声报你知，鳄鱼老师第一名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鳄鱼老师，欢迎收看咱阿宏之声吼。你讲这个盘吼，真奇怪哩，该起无起啦，哎，甲国际盘吼，完全都背离了。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伫遮，何望的效应？哦，讲甲金主借钱啊，摕来买股票啦，哎，结果呢，哇，啊，搭低价股，代志拢来啊，对不？结果后者跌停连续十外支安尼啦，这引发一挂吼，股票嘛是甲金主借钱吼，来买卖啦，哇，要死，大家做位死，今仔日就出现这个现象。来，你甲看咧吼，讲顶礼拜五，人美国就好，平均涨幅1.5%，结果人英国迄边选举了，人讲也袂歹哦。带动整个欧洲盘大涨2.57%。今仔日咱的亚洲呢，算到下晡2:13来讲，人平均涨幅0.95%。就讲咱台湾是落的，来请甲咱除外嘞。讲加权指数这边嘞，落28点，上过嘞落偌济，落超过2%啦。为什么悬殊这么大？来，咱大大来吼，一条一条甲你讲详细。来，自咱开盘之前，鳄鱼老师讲预测台子期，开盘起80点，实际开盘嘞起82点，都相差2点尔尔，对不？结果咱建议委员讲拉回甲做多，啊，真歹势吼。这个盘等甲现货开盘落去，起71点，看还好哦。结果嘞开高走低。为什么？都是何望的效应，讲带动整个咱今仔日的上市来，请个人出话来，讲跌停偌济，51支，上柜那边的跌停69支，安尼算起来，今仔日的跌停板120支，大盘落28点，结果跌停板加速82支，这样有没有对称啊？完全不对称了嘛！对不？而且呢，今仔日跌停板82支来讲啊，还有94支哦，是跌停卖不掉哦，跌停卖不掉哦，还有94支。所以讲啊，真歹势啦，咱今仔日的操作吼，咱输输赢赢拢公开来，请甲咱出话来，咱输就甲控制一下，30点，哦，总结呢。咱操作台指五月过来17天，嘛是还阁大赢1676点，哦，这嘛超过30万以上啦，哦，1676点，啊，唔对就唔对啊，唔对，鳄鱼老师做法就是当机立断啊，对不？咱讲输嘞，准在讲30点输伊，严守纪律，哦，30点输伊啦，咱讲啊，以平均法，哦，传3口单来。准24.9万，这个成本，阿兰叔讲属于30点，停损的30点，一口单一口单来哦，人去，咱个算看卖吼，讲你的成本25万啦，甲输大，输大，咱一回就甲输30点，1.200块，算起来6000块，对吧？过下你加手续费、提交税，算起来啦，好啦，准你3%啦，一届拢甲输3%。对不？7000块之内嘛，一届拢个3%，人去，输几摆再打，输几摆，你看清楚，看清楚，33摆才输会打你啦。所以讲，鳄鱼老师常常在跟你讲的，到底是操作期货风险比较大，还是投资这个股票风险比较大？哪一个大？你即马体会得到无？咱股票投资是针对单一个股，单一个股哦，所以讲风险无法分散。
就敢若今仔日我头拄仔才甲你讲啊，今仔日这个合望效应出来，跌停板，上市上柜百二支，竟然将近要个八成的股票，这個、跌停板卖不掉。我请教，代志敢安尼就煞？今仔日一支跌停尔吗？就算讲你今仔日知影讲你的股票跌停板卖得掉吗？敢卖得掉？卖不掉嘛，所以讲后边还有后续效应嘛，了解无？啊，若操作期货哩，今天期货有没有跌停？无啊！啊，咱讲的准你损失三十点，这会使控制无？当然会使啊！所以你讲嘛，期货会使控制风险的，股票哩能不能控管风险？上惊就是什么会发生？人客啊！在这啦，请给我们出外来，跌停卖不掉啦。那投资股票跌停卖不掉，事情就大条啦。所以你说嘛，到底是投资股票风险较大，还是操作期货风险较大？所以我常常在跟你讲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可以控管的风险，我们就尽量去控管。啊，如果像这种的，你如何去控管？沿路呢，开盘等个收盘，开盘等个收盘，连续已经十五支跌停了呢。连续十五支，这个如何去控管风险？你甲看，跌停有成交量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卖得掉吗？卖不掉啊。这就是投资股票上大的风险所在。哦，咱投资朋友啊，要有所了解啊。就是讲，你今仔日跌停，有想要卖无？哦，别别吼，啊有没有卖掉？卖不掉吼，我来讲咪，后续效应就是安尼。这点咪拼啊，去年呐、啊，基亚的记录啊，基亚是连续二十支跌停呐、啊，合望是连续十五支。你讲咧，这个风险敢有法度去甲控制？无法度控制啊，伊就要拍落跌停跌停，代志出来的时阵，你知影收慢啊啦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持股嘛是爱要存旧啊。哦，咱讲建议会员的，咱唔丢，咱先做停损出场。哦，伺机再买回就好啊。咱唔丢就是安尼，唔丢就当机立断。哦，不管期货，不管股票，拢同款，当机立断。这支嘛是，咱持股讲有三支。哦，甲顶礼拜五来讲啦，咱唔丢就是当机立断。我唔免听甲你暗阿伯。我操作盘就是安尼，这么果断的哦。啊，咱若对的咧，咱继续甲摸无要紧。哦，唔对的先处理。哦，啊，咱对的继续甲留的。哦，啊，咱就讲啊，咱搁赚的时阵咧，甲合理价讲有偌济。哦，对无？咱讲建议会员吼，上加五支股票。咱设定停损偌济，你看清楚。来，请甲咱出我来。每股的吼，哎，停损呐，咱设定定5%来。唔对都唔对嘛，都千万唔通去啊死咬硬咬啊，嘿死翘翘啊！所以讲过去咱家阿公阿妈为什么做股票做甲紧张六六喘？因为你的习性就不对嘛，阿哪讲不对？哎呀，都要酸啊，啊酸都要咬到底啊！都较早讲啊，唔知影讲啊英文字讲啥？有 D 的电子股 ，A B C D 的 D 啊，迄、那个电子股啊，主力较早买的 D 润啦，哦 C D R 啦。哦，啊个 LED 啦 ，LCD 啦，你若讲个套牢，拢未甲设停损，甲只嘛哩，死翘翘啦。所以讲人去，安尼做法真的不对，风险会使控制的情况，啊你若甲放个吼，死咬硬咬，那迄种个做法，我肯定唔通做啊。嘿，愈了愈大条。所以讲伫只吼，我二老师甲你吹敲几工啊。讲你若讲持股的问题，哦，还是操作期货，还是选择权，你电话做你个卡来，哦，咱头前call in的电话你赶紧个卡来，哎，你看看安尼相差一天，安尼差有大无？人迄日啊，哎，人投资朋友，哎，过来问讲，老师，啊，我这个感冒吼有问题无？拄拄转折的时阵，二一老师建议伊卖掉伊，甲遮来，你甲看。省掉多少的成本？
人会员俄罗斯得知，连观众朋友嘛俄罗斯讲，哎、欸，这个老师有实力，唔是大概拢伫犯咧国最高杀低，对不？啊，唔对就剁掉，就无要紧啊，换白鸡摊都转来就好啊。啊，你头拄啊，像我讲的安尼啊，那四个 D 的哦 ，CDR 啦 ，D 润啦，哦 ，LED 啦，哦 ，LCD 啦，你敢摸个起码哩？敢有法度飞天华术啊？无解啊啦！所以我唔才跟你讲，你若需要二老师给你免费持股诊断的，做你免客气，不管股票、期货、选择权，做下来，头前迄个扣印的电话，赶紧甲卡来，对不？咱讲建议会员的股票，上加是五支的持股，唔是一间五支哦，是持股上加五支。咱唔对，就是当机立断，五趴之内，唔对，就是安尼啊。我讲未？啊，你股票研究过来。哦，从它的合理价，从它的基本面去理解它，再来呢，从选股模式，哎，给设定好哦，我要求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才有出手？人去研究到这来，我请教，从基本面，从技术面，面面俱到啊，干五年，五年不，嘛是无嘛，有的投资朋友嘛是还阁想介稀烂烂嘛。对不？啊，你讲咧，股票是这个情形，啊，那期货咧，期货咱就按前几日，你唔是拢会注意美国盘的涨跌，哦，安尼咱就来推估嘛，就知影讲伊会多空啊嘛，对不？安尼有较简单无？方向有较好抓无？啊，免搁咧耗时间，即个研究伊基本面、技术面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操作起来，做一项较简单，期货较简单嘛。你且期货较好控管风险嘛，对不？哎、欸，要停损就停损嘛，对不？啊，要趁胜追击，就马上会使趁胜追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讲股票哩，啊，若像这个啊，和旺连续安尼十五支跌停，几乎要平了去年基亚的记录。当年基亚是二十支跌停，你说呢？啊，你若去拄到这种股票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咪死乌伊咧，所以咪，互你思考看卖。你即马赶快要搁甲做股票吗？讲也剩无偌济啊啦。你要想讲，哎、欸，伫操作进程，甲想讲有一撮稳赢的无？这个策略哦、喔，人去稳赢策略啊，唔是啥咧乌白母啊。我讲过遮侪回吼，哎、欸，对开盘前的预测到开盘数字出来。会麻木哦，啊，该站哪一帮，再来准备的出手时机伫倒位，啊，带做哩，但是要当冲啊，是要流仓哦，搁后壁应对策略，这是环环相扣，息息相关，唔是来只扣运气的。所以诶，你偷偷去个思考，是要倒一项较容易赚到钱哦，爱记哩哦，哎，爱只二位老师报数来哦，你才有可能稳赚哦，哎，伫只吼，爱记哩啊。赢爱冲，输爱丢，不要怕输。哎，那惊输的就免来，因为咱来这若要操作期货啊，是要来以小博大，要安那趁胜追击。啊，无你讲的，打前半个月前，对不？五百点行情，你有法度甲一倍翻无？甚至操作这俩选择权，加礼拜时间，你有法度甲赚二十倍无？这都是美感。所以讲有想要改变的投资朋友，包括咧需要二姨老师给你持股诊断的，拢免客气哦，赶快来电哦，咱稍微先进广告一下，稍后马上回来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。生活更 happy。人客啊，若需要二姨老师给你免费持股诊断的吼，唔免客气哦。卖讲啊，透个哀求吼，哎，无解经营啊，再来吼，哦，哎，回天乏术哦。所以咧，咱家吼有一个一举数得的方案，不管股票、期货、选择权，那个包起来哦，看五天会使赚你啊，二十倍无？哦，啊是诶，几个月时间会使个赚你一倍翻无？人客。好好把握后壁的机会哦，
哦，咱这个亚洲投顾的电话吼，赶紧甲卡号通起，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电话卡号通，财运大亨通。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亚洲投顾黄老师，免费讲座要告诉您，股涨行情迎战万点。5月17号今天下午2点，在台北美伦大饭店，下列各打电话拨打洽询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，市场的常胜军。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亚洲投顾黄老师免费讲座，要告诉您，股涨行情迎战万点。5月17号今天下午2点，在台北美伦大饭店。下列各打电话拨打洽询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淡水最有气质的建筑，天骏，02-2623-7000。生活是必如何赚好业，每角拍波拢伫遮，小钱如何赚大钱，都爱安稳赚上大。阿宏之声暴力战，鳄鱼老师第一名。人客啊，唔通失志啦，这个盘吼，错在一时尔，唔是永久。咱来有所了解，讲，人顶礼拜五，美国啊发布啊非农业就业数据啊，未歹啊，平均算起来，人顶礼拜五美国盘涨幅1.25%，所以咧，人英国迄边讲选举后，人嘛选了未歹，结果带动规个欧洲股市啊大涨2.57%，包括反映到咱亚洲来，大家嘛拢好好啊。唯独呢，咱台湾都是出一个啥何望的效应。所以讲，今仔日120几的股票跌停板，将近80%的股票跌停卖不掉。一时命啊，一时命！你好心听我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甲看咧吼，自顶年的低点，2月份的低点。咱台湾对8230到今仔收盘9663，剩下才起偌济1433点，幅度咧17.41%，甲国际盘的平均值都啊，平均值30.3%，甲算算个咱台湾落后偌济12.89%，算算个这点数咧，差不多1060点。那安尼算起来，咱台湾的合理价应该伫倒位？过10000点呢？10723点呢，咱台湾的合理价是伫遮呢，啊，即马是回到这个起涨点咯，回到起涨点咯，所以讲后壁呢，这就是机会，一挂好股票竟然爱落个跌停板，水买赎回啊！我咧甲你讲的是未来啊，我唔是伫甲你马后炮。给你准确预告，你讲嘞，陈达，半个月前，你甲你讲，
这四月二十号 WD 哦，补涨空间大。阿拉讲，人气最主要就是咱个亚洲盘相比嘛，差人收济嘛，甲美国、甲欧洲嘛是拢差人真济嘛，所以讲爱补涨嘛，对不？结果呢，正经500点。500点就是安尼来，你讲500点，人气，我要谈的进程，就我甲你先出招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人气，安尼啦，28嘞哦，几工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工，要到28，所以甲反做空落去，这卖买权。看超过94%，安尼会使无？投入啦吼，包括呢股票的部分，该咱落袋，我就先互会员先落袋。伫这个阶段，我就讲嘛，一挂投资朋友啊，啊人就无病啦，吼、哦，对啊，你不打的老师啊，迄信息就无效嘛，一直撩，一直撩，一直撩，撩到人嘛，带到吼，哎，感觉神经衰弱啊。减要着着迄啥？忧郁症啊！啊，人都好，搁你食药啊！我着讲嘛，迄种老师的讯息哦，卖啊啦，该退会就甲退会啊啦，无效就是无效啦。你来参考欧宇老师这个做法，这啊会员你额落会得钱的。来来来来，4月21号9535，4月22号9585，9620，4月23号一路甲吹落去，安尼。凭鳄鱼老师操作期货来记录，3天7口多单，来9535、9585、9620、9680、9740、9790、9840，一路甲吹落去，人气。为什么叫做鳄鱼老师？你体会得到无？拄到大行情，都莫甲客气，一吹甲放落去，赢爱冲啦，输爱救啦，唔是啊，赢就选，输就凹啦。我的做法就是跟你无共啦，所以呢，咱遮有一个稳赢策略，就是直接跟你无共。咱的会员朋友啊，大家啊，赚到嘴笑目笑，连睡觉都会偷笑。那安尼干嘛食药啊？唔免啦。啊，为什么你有资格讲哎爱去食药啊？我来讲嘛，对唔对人嘛？该退会就进去来办办呢，对无？对这边来，你甲看，该调节就调节。赚较少的先互你调节，讲185点、135点、85点，喂，即加起来超过400点呢。搁算咧，赚较侪继续甲流仓过来咧，搁互你做一下隔日冲咧，连这70点嘛，加减甲停，算咧过来继续甲隔日冲，50点的吼，啊了一个当冲的15点，我嘛甲你实话实讲，算咧来来来，咱陆陆续续多单拢甲调节出来，伫五一劳动节进前。全部甲调节完毕，人去11天，单腰啊这1788点，安尼有熟悉无？安尼有厉害无？500点行情，鳄鱼老师安尼大力甲吹落去，也1788点。啊，你要阁对一个老师讲涨也空，跌也空的吗？莫怪你爱去食药啊，也唔去甲办退费，啊无阁坐你遐创啥？该安那做就安那做啦。对不？人去，为什么五口人拢在传乌龟拍铁锤，蛇头拍鳄鱼？500点行情，鳄鱼老师甲吹落去，人客拢会使赚10倍以上啊！结果呢，你还搁咧默默收，对不？包括我即卖咧甲你讲的，咱甲台湾盘甲国际盘有背离现象，后壁的补涨空间非常的大，500点无赚到，后壁搁1000多点呢，要赚无？唔通阁错失机会，对无？好好对鳄鱼老师来，咱后壁迎战是满点的行情，好好把握啦。哦，啊，那你的股票呢？该安那处理的？哦，那需要鳄鱼老师甲你斗三工的，唔免客气，赶快来电。哦，啊，咱稍微哈，又今天结束咯。哦，所以讲啊，该安那做，爱记哩，赶紧哦，紧事赶办，唔通阁放一拖哈，好好把握感情。1000点的机会，预祝你操作顺利，谢谢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人家啊头前说500点没赚到，后面又加清淡的无涨空间，人家人家说来加清点的行情，别跟我说要跟你等解套哦，所以啊你的持股该调整的我们就调整，包括期货选择权都一样哦，啊，那需要二老师倒三缸的，唔免客气吼，赶快来电。啊，咱要谈的都要有一个稳赚策略，要安那稳谈哦。这当然，哎，对着人造好哦，一举数得，股票、期货、选择权，大行要甲赚个第二条条吼，赶紧亚洲投顾的电话沟通，0625783777，2578-3777，电话沟通，财运大亨通。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亚洲投顾黄老师免费讲座要告诉您，股涨行情迎战万点，5月17号今天下午2点在台北美伦大饭店，下列打电话拨打洽询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哇哇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，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老公，洗完两泡茶哦。也好，越洗头越晕，喝茶提神一下。老公，你声音怪怪的哦。开热水洗澡，四肢无力，有点小吐，好像感冒了耶。老公，我也觉得头昏想吐，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，赶快离开，到室外。啊！救命啊！网站还有更多知识，行前需注意气象，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哦。Go， 小胖，快点！大家等等小胖，队伍别拉太长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小胖没事吧？没事。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，事故发生时应立即拨打119或112请求协助。你别跑进去哦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过去曾经仰望，现在近在眼前，拥有比梦想更容易，可以当家做主，何必挤进市区当瓜牛族？2459-0707台北大镇。